我自己所熟悉的是 iPhone 上面的开发，iPhone 好像没有一个真的比较本土的
至少十或者十几个好用的 app。因此，在这套 app 上面来说，跟别人在做的，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把程式写得很清楚、很简单。UI 上面并不华丽，但是它至少有 cache 的功能，而且当你进入这个 app 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看到，中央气象局目前最新的警告的消息。所以在进入城市的最上方的环卫都看到今像刚刚我看了一下今天有蒙古客，然后因为反正也不准出门，所以就开始城市，所以在花了更多的时间就已经把这城市写出来了。直到现在呢，那个这个城市的状况就是惨淡经营了大概三年多，然后告诉我一个之前一位朋友，那个他坚持不肯公布他的城市姓名，他说其实我看他在这三年看的在我的。在我们看到软体的开发的，他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上面看到一个台湾软体的窘境，那个遇到的一个状况叫做政府的资讯不开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些台湾人其实很喜欢的大公司，然后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会把一些台湾开发者搞到很惨。那在这三年后，我也觉得我学到了不少事情，是怎样的事情呢？那个就学到一个最大的教训，教训就是。总之就是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第一个教训，前面这句话是真的。那我们在做 open source 的时候，往往会有些期待啊，就是说我们把辛辛苦苦写了一个程式码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异步反应，然后很多人起来参与，然后共同壮大一个专案，然后很多人看到的东西结果好，就可以给你 cash， 让你程式越来越好，然后创造出一个教堂外的世界。那可是你在台湾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现实就基本上。你把城市开放出来，会看你城市的人就只有小学，在学校推的，那就很新了。而且那个，在座有多少同学，有多少朋友是还在念书的学生，并且大三吗？这个的话，看起来你的业界人士比较多，你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很多，在暑假办的那个。那个，而且那个，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应该说蛮可爱，或者是说蛮直接的，就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会问，就是觉得有问题他就来问。不过通常你给了他答案之后呢，他也不会再回去感谢你，这是让人蛮难的。所以那个如果各位同学在看到那些台湾自己在写的一些程式码的话，然后去问这些问题，建议就是当你取得了你需要做作业的资讯之后，记得写个信回信，因为你不晓得以后出社会谁来看你的履历表。那因为很多人在问，所以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就是 iPhone 这样子的一个 App， 它大概是怎么组织的。在我一个非正式的观察，我每天早上坐捷运去上班，然后在捷运上面就很多人在使用所谓智慧型手机。我发现绝大多数人用的是两个 App， 一个是苹果日报，另外一个是 Facebook。这样子的 App 基本上已经占据了目前我们所知道所谓的手机 App 的主流，就是基本上你要拿 Native。比方说以 iPhone 上的 UI Key 的，再去搭配好的一个使用 REST 的 API 去网络上面抓到的资讯来组织这样子一个东西。那在你在写这样子的程式的时候，你所有的网络连线你都要使用非同步的非同难的方法来写。同以台湾天气也是这样子的 App。那你如果来看我们台湾天气的程式嘛，你也可以或多或少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一些程式是怎么架构的。因为基本上大家在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是。很多是在做差不多的事情，所谓一个线上音乐的 app， 它基本上只能做两件事情，就是一把东西抓下来，二把声音放出来。但是光是做这两件事情，你会发现你有做不完的事情，这非常奇怪。然后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会拿一些 open 的东西来做一些产品的试爆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是非常需要这种 BSD 这种 license，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公司一些东西不小心拿出来用，那个如果用 GPL 的话，就变成说。我放出来之后，我自己的公司怎么用？哎，跑错边了。好，这种程式目前的标准做法，不管你怎么写，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把所有网络连线的部分，你把它拆出来，变成一个 library， 或是变成一个 class， 然后把 UI 跟你网络连线的 model 怎么拆分出来。当你的 UI 需要 call 什么，需要用里面去 call 那个 library， 然后那 library 的 callback 帮我回传资料。第一个这样子写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把每个部件
区分得很清楚，所以个别的地方可以拆开来重用。以台湾天气来说，如果我今天哪天有空的话，我可以写一个 Mac 版的天气 App 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写跟连接有关的部分，我就可以直接拿来用，而你都不会夹杂了一些 iPhone only 的一些UI code。所以在网络上面你会看到很多 social network 在做使用 library， 那最有名的就是像 Facebook、PK 或者是像 Yahoo， 好像有。Yahoo 有一个 iOS ID， 不过比较久没有回顾，2009年的。当你去看这些 social network 服务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在架构。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不过就是很多同学来写信，然后好像就是不知道在特别的运行下。所以在 iOS 上面的话，如果你要想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Internet Client 的话，在前两年最有名的一个 library 叫做 ASI GPU Request。然后最近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一套叫 AF Networking 的 Framework。第一套是比较古老的写法，就是在这一两年，苹果开发的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 block 这个语法的使用，就苹果在 C 动机上面搞这个像烂打那样的东西。所以像现在我会越来越喜欢使用这种新的写法。那所以这两个 Framework 的差别就是，基本上你比较喜欢新的写法或者旧的写法都可以参考，这些专案都是 open 的。不过在台湾天气里头，我们用的是另外一套叫做 LFHTV Request 的一套 library。这个东西是那个小弟之前跟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这是姓名的友人开的小公司的那时候的 open source 的东西。用这个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取代NSUR6 Request， 就是如果你有苹果开发机的话，会知道大部分状况下我们会直接使用苹果自己所提供的这个 HTTP Request 元件来做来到网络上面的东西。可是它有几个比较大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在五年前这个 Class 它自己的 Memory Leak， 在三年前左右你尝试用这个元件的话，你会发现用它抓下来的图，你会直接跟到另外一个 image， 那个图会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烂掉。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它跟 Safari 共用 cookie， 使用共用 cookie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写的是某一些奇怪的搜索服务，然后它却是拿 cookie 来当做 SS token 的话，那你用了这个东西会让你痛不欲生，因为你发现你把那个 cookie 封杀了，然后你去开一下浏览器，然后那个浏览器又去改，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登录，这个原来东西就烂掉了。所以在解决这些状况的话，我们会使用另外一个叫做 LFU Request 的 library。那画张图来说的话 ，UI 跟 API library 的关系就是两大块。UI 需要抓东西的时候做 API，API 使用 callback 来回传给 UI code。那在台湾天气这个 app， 它基本上分成三段，因为台湾天气的 API server 是一个那个用接一写的。就是用 Python 在接 e 上面写的东西，所以是 API library 会去跟 API server，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的 device 去跟 server 要资料。可是我们的 server 它上面所提供的资料，它其实是说有 request 的时候，它再去用另外一些程式去找刚刚计算局的网页，然后把它 pass 出来，然后通过 memory cache 把 cache 起来。在写这样子的 app 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对这每个不同的地方都要加入大量的 unit test。像台湾天气的话，它有三段 test， 就 API library 它有一个用 OBJC 型的 unit test 来检查，它从那个 API server 上抓到哪一对不对。那个 API server 它自己有一个 Python 程式，不断的在检查自己上面的资料对不对。同时来说的话，就是我们API 是我去抓中央气象局网页的那一段，也有一个重要的测试，我抓到的东西到底对不对的测试。而其中最重要的测试就是刚才的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怎样从中央气象局网页抓到我们的资料。那个不知所谓这个测试非常重要的是，因为中央气象局的网页经常会奇怪的改版。那我们讲那个理想跟现实有很大的差距，那我们做理想就是我们做一个软体，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很好的使用者体验，可以顾及到使用者的使用习惯或者使用者的习惯。不过作为一个城市开发者，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最大的需要花最大的力气地方，就怎样让使用者不要带来最坏的使用者体验。那什么是最坏的使用者体验呢？不是你 UI 设计烂，而是你的 server 烂掉。
所以它的使用者体验就是原来好端端的可以使用到软体，它突然就不能用。就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使用到软体，使用者不会期待。如果你一开始就很烂，使用者就觉得还好。最糟的状况是原来很好用的东西突然不能用，这就是最糟糕的状况。那台湾天气它有两个最重要、最容易造成这种最差的使用者体验的原因，一个就是那个资料来源的格式改变，就是装摄像机的网页改版；另外一个就是流量爆。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流量会爆，我们是不是那个 client 直接去抓装摄像机的网页就好了？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装摄像机或者网页会随便改版的话，不是要去 pass 那一个，绝对会很惨。而且你也知道 App Store 以最近的上架流程来说，好，它大概是一个礼，你撒币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才会上架，所以它现在改版了之后，你大概一个礼拜东西才会上去。同时在这一个礼拜之内还没有改版，所以你一定要在中间有个自己的 server 去挡一层，那个你至少有个 server 可以在那边可以帮你处理掉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会知道行政内看案的，虽然说讲的是看案的开发，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 server， 再好的看案事实上是都没有意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七月左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举办了一个叫做2011年第十六届全国大专院校社会文史资讯服务竞赛的比赛，然后我们就去十月分享。在那个时候，他提供一些比赛资料，他有个组别就叫做那个公共服务创新应用 Open Data 资料列表，它是一个组别，然后它有一个竞赛资料，它就告诉你说，从我们现在的政府呢，还有一些 API 可以用，我们应该可以在通过一些政府资料来做一些更丰富的手机应用。然后我们去看中央气象局那一部分，它基本上提供了一串，就是基本上就是它 PDA 网页，他说那个东西叫做 API。然后同时他在文件上面又告诉我们一句话，叫做气象局网页所提供的资料叫做尽力确保性、及时性及正确性，为相关内容可能随时依实际状况进行异动更新或改版，气象局并不负责预先通知职责使用者应自行取用最新资料，也就是最新资料不一定是什么格式，对不对？那如果你改版不通知的话，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那所以这三年来基本上你要不断跟气象局搏斗。那从2009年开始的时候，他大概每年会有一次大改版。那大概改版就是你看刚才的后面那个词类是它的第一次，就会知道它现在的第一次版。2009年是 V5 或者 V7。在遇到改版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方说你一张图原来抓不到，你可能是你就试试看，它是不是把那个五换成六换成七之后，通常你可以找到那张图。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这个状况，很多事情是它根本推翻了你原来对于那个资料的想法。像而且它改版频率还蛮频繁的，比方说像这个它就改变了一周左右的格数，我是在礼拜三左右修。那所谓它会推翻你完全对于天气的想法，就比方说在去年底发生的一周天气的改变，它原来只提供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四大区的这个天气预报，但有一天呢，它就提供了所有县市的天气预报，那非常好。但是我的 Union Test 完全没有用，因为它当它改变成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气象预报的时候，它原来那几个网页居然都不是还活着，所以你的 Union Test 不断会抓到资料，是它日期永远停留在2011年12月18号。这个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好，那我们刚提到就是，如果你去找到这个网页，它是一个它不是网页，它是一个资料来源，然后它现在它提供所有的一周天气，它告诉你去年七月的资料，告诉你台北市的一周预报，然后到台北的体面，然后北部地区的话，在广告这些时间，现在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你回去转发，它就都是正式发放。另外很好玩，我们讨论一下所谓高雄的一个问题。原来中央气象局的预报资料它有12个地区，那高雄市跟高雄县是两个不同的地区。那有一天你会发现，代表14的高雄它不见了。因为有的地方你抓不到资料，就我方案的预期它应该要有这样的资料，结果就在方案上你只要去抓后面的东西，它开始不断的 crash， 就遇到这种状况下，你就必须整个重启。但是有一点觉得非常的奇妙，不是高雄不见了嘛？但是2011年底、去年年底代号14的资料又全部回来了，然后你一看就发现非常可怕。那它不是高雄回来了，而是它是它不是代号全部，所以它应该代表高雄。
那你用你一般的 unit test， 如果你没有推翻过，你就不能假设了，完全觉得是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乍看之下，那个高雄跟新竹的名字好像也差不多。所以我们的教训就是说，那个你所知道的很多技术，其实往往用到奇怪的地方。那 unit test 本来的地方不应该是拿来做这种事情，结果你用 unit test 的方法，是你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网页改版。那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讲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消息，大家有用过 VR 的 Siri 吗？就是一套做自动 UI 自动测试的东西。因为我们公司做自动测试不是很好测，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有一个进要去订会议室，然后都要进那个公司穿那个开网页，然后去订会议室，用这东西就蛮好用，就按那个会议室帮你订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很难 pass 的网页，其实中央这样子的网页都算好 pass， 有个网页我一直 pass 不出来，因为它不定时的会出现。人事行政局在某些天气的状况下，会出现一个特殊版的网页，大家很想把东西爬出来，然后很快的知道。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活了二三十年都会知道，我们最想知道跟天气有关的消息，一定是明天要上班还是不上班。那这个网页基本上非常的困难，因为它不定时会出现，因为每次出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另外可能怕的东西呢，叫做那个 Google App Engine 流量曝光的时候形成的。在这边会提供的一个分享，我相信大家一定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只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就好。那这个分享里头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Google Analytics 账单。这个账单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去年十一月左右，大家知道应该看新闻都知道 Google Analytics， 它的设备有改变了。所以呢，我是在去年十一月六号的时候，那到十一月七号之间发生了这一个收费方式的改变。在去年十一月六号的时候，他一整天下来所处理的连线费用，他收了我$0.01。十一月七号他收了$1.37。我们用个简单图画就告诉你，在这一夜之间增加了$1.37。所以我本来就想说，我花点时间时间，然后服务大家，然后有基本上我也可以负担这样子的连线费用。那来提供一个让大家觉得好用的信息 app， 可是有没有发现我错？因为原来的信用卡账单，我付给 Google 的钱不用$20，但现在我要先付大概$1,500。你要一个上班族为了一个不知道干嘛的一个 app， 然后付个$2,500。好，那到了去年年底，就台湾天气 app 有个非常奇妙的特性，就是它天气越冷的时候，它收的人越多。然后去年年底会连续的阴雨下，连续的下雨，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报多条，所以我就是设定成那一个每天预算$3，那相当于一天大概台币$100多的两个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钱。那可是即使设到了$1,300的话，每天扣他来用完，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天气就算这么烂，应该是用的人真的很多啊。去看他才一天才处理8000个连线，一个。做一行 select 只能 select 999的东西，然后处理的嘛，8000个连线的服务就跟我一天收3块钱，真的是有点无言。那另外就同时我发现那个资本钱那么多，因为我之前开好几个 instance， 只用一个 instance 随便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之后我长达半年没有去用它，然后但是我忘记把那个收费关掉，结果我去看我那个 instance 每天连线是零，但是他跟我收了每个礼拜$0.01的低消。可是蛮惨的状况，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好在公司的事情很忙，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为了不想花那么多钱呢，我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打的 Unit Test 我发给了 Unit Test。 为什么发给 Unit Test？ 因为 Unit Test 就花钱。然后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当你把 Unit Test 拔掉的那一瞬间，装起来就
结婚的事情，所以就高兴并不能觉得开心。那现在就是我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如果说今天我会知道乌龟 A 瓶颈有这种问题，那当初为什么要选乌龟 A 瓶颈？那我选了乌龟 A 瓶颈的原因是什么？当初选了乌龟 A 瓶颈的原因是，跟大家问送一下。
而是做一个那个让人家上传照片的软体的话，你今天你的公司可能会被那个花10亿美金买下来，10亿美金相当于300亿台币，就是那个爱国东都地铁就可以买300层，这个钱已经多到我已经没有什么具体感。但即使遇到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价值就是那个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在分享本身呢，有多么的快乐，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但是在这些鸟事之后，我们一定要去相信一些事情，要相信自己的价值。那我们要相信什么事情？就是相信那个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那最后就是在我这3年来做台湾天气的，时间或者说心得，就是我最后可以浓，觉得我可以浓缩成6个字来代表说我学到的东西，叫做甘愿做好牺牲。谢谢大家。现在还需要 Google 那一句吗？你说用 Flask 重写，那现在后台哪里？现在的话，我就以我自己的立场，我不想推荐任何一套 host， 因为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在哪里，我明天会被人家的封锁。目前放在 Heroku 里头，但是 Heroku 还有很多问题。